说着说着就看到一颗黑胆了，来，我们来靠近看一下，还真的不容易发现呐、啊，它体积有点大，所以大概没有人会把它带走。来看一下，是碎啊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来看一下，哎呦，这里土软软，小心。我先那个，哎呦，感觉真的很好呢。哦，这样子。形状蛮饱满的，啊，拍张照哈，还是怎么样？哇，天哪、啊，哦，踩到了烂泥，好，小心哈、哦，这边全部都烂泥，不要踩，这种没有石头的地方都不要踩，好、哦，那小心。哦，这颗大颗哦，是哦。至少也有三四十公斤，三十公斤有，漂亮。好嘞，好看的一颗黑胆，就在这种山野间。好，如果你想知道，你看这里一二。三四五五颗大石头，然后往这边这一颗上面长草的大石头，这样子一直下来，就看到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想要的话，自己来搞定，这我没办法。我很喜欢黑胆，但是这颗黑胆超出我的负荷，如果再小个二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好，好了。今天先这里先拍到这里，我是石头老师龙哥艾伯特，订阅拜托订阅哈，最近订阅数有点缓下来了，请大家再帮我冲一下订阅哈，好老丁就老卡，阿妈就阿爸，阿公就赵卡哈，青菜你安怎就拢好，好帮我订那个冲点阅率啦，感谢大家，待会见，拜。